昨晚文明大笑，今晚摇摔跤成了个小插曲。虽然小明摔了，但他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关心。尤其大秀即将结束，一众超模登上舞台时，超模小 KK 主动去拥抱奚梦瑶，超暖心。不仅如此，结束后小 KK 还评论给奚梦瑶，给她加油打气，点赞维密首席运营官安慰奚梦瑶的意思。小 KK 不仅人很美，而且还专注公益，据说男朋友还是美国总统女婿的亲弟弟，小 KK 真的是天使本人了。近日娄艺潇被拍到与男友共同现身，这是二人继恋情曝光后首度合体亮相机场，二人着装皆选棕色搭配白色，很是登对。看到镜头，他们前后脚离开，似刻意保持距离，但还是被捕捉到有爱的对视。娄艺潇还与虹桥一起合影，十分耐心亲切。早前娄艺潇被拍与男子亲密同行，恋情曝光之后，该男子被曝是新人李川，此次是二人恋情曝光后首次同行。娄艺潇出生于1988年12月底，而李川出生于1990年1月，两人其实只差了一岁左右。